第22题，欲清除燃烧匙上的燃烧产物，应使用下列何种方法？老师在上课做实验的时候，告诉各位要把它拿到我们的盐酸那边洗一洗。那我们未来也会教到，我们清洗金属表面是利用盐酸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应使用下列何种方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用稀盐酸清洗后再刮除。